来啦。这个家我可熟悉呢。以后我就是老大。甜心，别，好吧。哎呦喂，跟爸爸告别了。对，再去告告别吧，跟你老弟。飞来的小甜心，小甜心要回家家喽！啊，抖了，小甜心怎么在抖了？甜心，当心当心当心！哦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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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回家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哟，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！小甜心。终于见到你了，小宝宝。刚上车那会儿还有点抖，空调开着，毯子裹着，很快就暖和了。猜猜今天谁吓尿了？甜心的要求，他要在地上走来走去，所以一进屋就让他下地了。哎呦，老公快点，甜心你小便了，这谁的便啊？这不是甜心的吧？这小美的吧？小美你怎么尿出来了啦？发财这次挺勇敢，没吓尿。我家狗的礼仪文化不是很到位啊，明显小美是害怕了，一个劲的逃。怎么都逃了啦？啊？熊猫哥哥，我们一起玩。小美，放开！你在哪？由于发财对甜心凶了，然后小美就记住了，因为小美说过，她要保护妹妹。妹妹很是开心，叼着玩具到处跑。哥哥和姐姐有点呆，他们都不会玩。你好像比我白很多，不许靠近妹妹。有病吧你，更年期到了。小美的防守很到位，就是死死盯着发财。离妹妹远一点，不然我不客气。干什么来盯着她？煮个菌菇汤，放一点南瓜，准备给他们吃饭。妹妹第一顿狗粮加菌菇南瓜汤。甜心吃饭了。不是说了我不喜欢吃狗粮吗？妈妈，你和我聊了两个多月，说好的牛肉三文鱼呢？别看妹妹总吐槽不爱吃狗粮，真吃起来可是一点不嫌弃。这女的也是个能吃的，完了以后又不过分了。哎，小美你怎么吃发财的？你过来，你吃你自己的饭。那
太可怕了，我没胃口。吃你自己的饭饭。哎呦，你别不吃，你在这里吃呀。该给甜心睡觉了，昨晚她没有睡好，一直和我说害怕。她说妈妈，我要回去，不坐飞机，我害怕。妹妹和我一样都是胆小鬼。昨晚我就一直和妹妹聊天，鼓励她。最后她说妈妈，我累了，要睡觉。发财。发财跑掉了。让我仔细看看她到底美不美。你就只能看看，不许不礼貌。哥哥和姐姐都好厉害呀。